31岁嘅魏宇森，旧年宣布同无线正式完约，恢复翻自由身嘅佢，专心打理自家美容品牌，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活。日前佢获邀出席一个鱼子酱店铺嘅活动，喺相入边见到佢以一身黄色超 D V 嘅长裙示人，而似真空上阵嘅佢中门大开，见到佢大叹美酒同埋鱼子酱，除咗性感打扮吸睛之外，佢一身嘅行头亦都非常抢镜，可以见到佢戴住巨型钻戒同埋大约12万港纸嘅手表，相当之富贵啊！